你去医院看一看，好不好？让医生给你查一查。嗯嗯，是吧？大家好，我是一秒妈妈。小可心今天也扛不住了，昨天虽然发烧，但是精神状态很好。今天又烧，精神状态也不行，一直在睡觉，就是怕他，什么？我们决定现在上医院去给他查个血，好吧？让医生去给你看看啊。一直在发烧，就是反复的发烧，吃了退烧药然后就退了，但是身体上还是很热啊。如果精神状态好的话其实也没啥事，但是今天下午睡了一下午了，不能一直睡也不吃饭，所以我们去医院让医生给你看一看，好吧？嗯，真棒，咱妈不好吃。
不受欢迎。那个让太难吃了。太难吃了。海洋同志。啊。努力赚钱吧，最近生病花费了不老少。出去搬砖去吧。行，我去搬砖。家人们，拜拜了。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感谢最近几天关心我们家两个宝宝的粉丝，好多人都给我私信关心他们什么情况。让大家担心了，我们现在差不多已经好了。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